不会妇产科的捐卵子，捐卵子作业怎么进行？这是捐卵者，他要打排卵针，但是在此之前，他要跟不孕症需要捐卵的月经要调同步。那等到他们月经同步之后，他打排卵针，他打排卵针这一天就是他给黄体素这一天。那等到他取卵这一天，就是他先生要采精的这一天，用不孕症夫妻的先生精子跟捐卵者的卵子受精之后，3到5天，我们再放到不孕症病人的子宫腔，过程一个由捐卵者捐卵子到不孕症夫妻受精者的子宫腔，这叫做捐卵作业，也就是借卵生子。